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坐标平面上这三点哈，无法构成一个三角形，那也就是说这三点成一条直线，那他问说 k 等于多少？啊，成一条直线呢，这两点形成的那个直线的斜率，跟这两点形成直线斜率就一样，所以这斜率多少呢？斜率是，哦，就 m 哈，等于多少呢？五减一是四嘛，三减 k。它会等于多少呢？不然我就这两个相减哈，这个减这个的话，它五减负一是，六嘛，啊三减一是三，哦这是二，那 k 就可以算出来了，二一得二，二得四嘛，所以三减 k 哈，等于二，那 k 等于多少呢 ？k 就等于一了，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应该要选 D，K 等于1。